但有一点我要你生气，爸爸真的爱你，请你不要质疑我对你的爱，可以吗？我饿了，想吃什么？点个披萨吧。好，那就吃披萨，吃个大披萨，好不好？ 三位里边走啊，谢谢啊。哎，你看看这档次够不够啊？你们妞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啊？什么档次不档次的，不都是普通人吗？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就是啊，我觉得蛮好的。主要是让人家尝尝咱们的老字号，对吧？好，咱们给他订个酒店，那必须是五星级以上的。咱们虽然是小门小户吧。 但该花的钱不能小气。妈妈，我们是女方，要矜持一点。再说了，您女儿这么优秀，那也应该是人家来求着咱们呀。就是呀，咱们女方就得端着点。端什么？我不同意啊！现在就是应该把我们的心掏出来给她看看。Dong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is going well. Thank you all for effort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s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给大家拜个早年,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 best wish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姐，哎呀，这个地方真气派，而且这么大的地方，咱们这么多人肯定坐得下呀。坐得下啊。 你快让佳佳点吧，半天你一个菜都没研究出来。来来来，佳佳，你看你看，你晓得她爱吃什么啊？不要省钱，到时候就挑她爱吃的点。老客气，我不是客气啊，她是新女婿，她有钱没钱跟我不搭嘎的，我只是不能丢你的脸，招待好她。好。李先生，我们在点菜，你喜欢吃盐水鸭还是卤鸭呀？ 你点什么我都爱吃。此时此刻呢，我在跟纽约公司的同事们开 party 庆祝，你听听热不热闹啊？来晚了，非常抱歉啊，飞机晚点了，我绝不是恶意主观啊。来吧，碰个杯。哎，好好。祝贺我们今天合作愉快，预祝明年合作更愉快。 必须愉快。嗯嗯，哎，怎么样？深圳的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吧，反正损失挺惨重的，我自己贴进去不少钱的。哎呀，解决了就好嘛！啊，钱这个东西向来都是左手进右手出。<笑>是。嗯。 江总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们现在呢是火力全开的，所以资金链非常的紧绷。但凡有什么差池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咱们基金这边有没有可能再追加一些投资？这样的话，我会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其实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说这个事情吧。 基金今年没有预算，所以黎明得想办法融资。啊，我跟赵德资本的关系非常熟啊，你们的这个财务报表我已经给他们看了，他们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意愿。这还问什么呀？他们看上我们太好了，好事儿啊，这是。来来，那是确实是好事，但是。 赵德的一些顾虑啊，我得开诚布公的跟你讲一讲。对谁有顾虑？我啊，你说。嗯，其实赵德知道你们之前跟莫大的那个官司啊，所以他们就特别怕你是那种为博红颜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庸将。
那我怎么做才能打消他们的顾虑？如果说要让我提供点建议的话，要么呢，不结婚。出了任何问题，你自己扛；有任何事情，你自己掂量。要么呢，结婚。但是呢，要把你的太太啊，也就是你现在的女朋友，把婚前协议签好，并且呢，要把她列为连带责任人。出了任何问题，你们一起扛。她是律师嘛。不管怎么说，现在资金确实是短缺，你一定要早下决断，啊！当然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你懂的啊。哎哎，张总，哦，哎呀，到了到了，飞机晚点。张姐，哎，一会儿饺子馅和好放桌上就行了，我们自己包啊。好的，李总。嗯。Daddy。来了，赵赵。啊，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欧文，欧文，黎光，我的爸爸。嗯，叔叔你好，我叫姚木星，你也可以叫我欧文。你好，欧文，很高兴认识你。放松一点，当自己家就好。啊，谢谢。走吧，欧文，去看我的画。谢谢。好久不见啊，最近忙什么呢？我在翻译一本关于艺术史的大部头，有点辛苦，但是很有趣。你呀，还是那么有耐心。你这次在纽约要待多久？我明天回去。那么赶，回去过年三十吧。嗯，跟人约好了。哎，看看那个，看看那个，哦，看那个羽绒服蛮好看。哎妈，你看看这件，啊，哟，这个蛮好看的呀。你瞧好看。我给你拿的，你看看，这我怎么能穿啊？这么红，这是你的衣服。哎呀，这多喜庆啊！大过年的，女婿上门，双喜临门就要红。就是，你看看，我看看等级，你能省了多少钱？让你试就试，走呀，快走，走呀，试一下，试一下。赵赵啊，你看看妈妈是怎么包的，多好啊！你再看你这个啊，这么鼓，这读起来不漏了吗？漏。嗯，叔叔的意思是说破了，但过年不能说破，所以要说漏。过年嘛，就是得满满当当的。那你说破了？你也说。反正我觉得呢，欧文的中文肯定是比你好，你跟他多学着点啊。爸爸，你这么快就偏心了？你爸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从不偏袒徇私。No，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一个小男孩打架，我爸表面上是跟那个爸爸讲道理，回来就教我跆拳道，然后他还说，这样踢，这样踢，这样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也教我打架，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如果没有进攻条件的话就跑。你爸说的是对的。都是些什么爸爸呀？都是好爸爸。酒店订好了。Yes。爸爸，明天我们要去滑雪，你跟我们一块儿吧。一家人就是要一起过年。那今年过年我等你，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明天啊？怎么了？你有事儿啊？那个度假屋超级难订的，而且，你不是总教我一些中国的礼仪吗？还说中国人就应该团团圆圆的在一起，你都好久没有跟我们一块过年了。那个滑雪场很难订的，算了。那你要有事的话，那你忙你的去吧，不用管我们。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不要再时不时扫大家的兴了。去吧，咱们一起去。你说的。嗯。你答应我了。对。这料子蛮好，就是啊，本质好，哎、多好看呐、啊！太年轻了，现在年轻不好吗？年轻才好。对呀，年轻多好呀！年不年轻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女婿第一次上门，不能给我女儿丢人。这么好看还能丢人，真的？你说好看，那就要了。要啊，当然要了。哎，佳佳，给你妈拍张照片好不好？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来来，我也沾沾喜气儿。哎呀，耶！太早比了，还没打开呢。这是小孩比的。来，耶！哎呀，这样，耶！一二三，耶！哎，来，再来一张。耶！换个姿势嘛，不要老比耶了。我女儿啊，找的女婿顶呱呱。哦，对，顶呱呱。顶呱呱！哎，对不起，这边临时有事儿，我赶不回来。我的脸都僵了，佳佳。好了，啊，鬼了！哎呀，佳佳，妈妈去那边看看大条围巾。哎，别别别，看看围巾啊。女朋友挺漂亮啊，不是女朋友，是未婚妻。哦，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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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新年快乐。毛娇女婿到了吧？哎呀，什么毛娇女婿啊？人家是总裁女婿，好不啦？哎呦，总裁女婿，总裁女婿。哎呦，今天啊，真是不巧得很。你知道这个美国的纽约机场下大雪，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哎呦，哎呦，那怎么？听说机场没有问题啊？闭嘴！哦，他说了，是赶得急的话，一定赶过来。你看位子都留好了。没问题了，没问题。那来吧，我们大家碰一杯啊！难得一起过年，过年好！来来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过年好。哎，墨家，你和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工作认识的。哦。哎呦，这工作认识的好呀！哎，大森，什么时候结婚呀？结婚有什么好急的？佳佳已经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主，我不催的。这个男方的房他写你名字了，
这有钱人都实行财产公证的，你知不知道吧？哎呀，将来有了小孩就牢靠了。哎，穆家多生几个小孩，多子多福，你晓得吧？哎，对呀。哎呀，大舅妈，你们怎么只关心穆家姐，都不关心我呀？我今天可有大事要宣布。什么事啊？我怀孕了。怀孕了？这什么时候的事？真的假的呀？哎呀，你看我都不知道我要当爸爸了，那我敬大家一个吧，以后多照顾。哎呦，这两个小孩啊，你这是要给我们惊喜呀？哎，敬大家一个，敬大家。这么大事情啊？这么大事情啊？哎呀，这个好。哎呀，曾青啊，你可比你姐姐快一步了。这又不是比赛，青儿，祝贺你们两个啊！谢谢大姨。谢谢，好啊，这个年一过，我们家就第三代了。来，我们大家一起举杯，恭喜我女儿怀孕啊！来，谢谢，恭喜我女儿啊！谢谢佳佳，你要赶紧努力啊，加油啊！你妹妹都比你快了啊，要赶上啊！是。给你们包了饺子，给你们送过来吃。我们吃过了。哎呀，快吃吧，你妈现包的。累吧？啊，冰儿，哎，没事儿啊，有啥事儿还有我和你妈呢。歇吧，歇吧。说的啥话呀？外头。行了，你们快吃吧。哎，好，多吃点啊。哎，你们吃过了吗？吃过了，吃过了。啊。我妈做的饺子，好吃吗？嗯，特别好。Thank you.
丫头，这就走了？啊，走了，等大奔驰来接呢。走了，走啊！佳佳，你想没想过，其实回老家也挺好的，考个公务员，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呢？我不会。大姨，姐，走了。哎，妈，你别送了，车都来了，外面也冷，你就赶紧回去吧。啊，走了。佳佳，哎，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啊，我知道，到北京了给你打电话啊。回吧，回吧，赶紧走吧。谢谢你啊，年夜饭宣布怀孕帮我解围了。小事儿。姐，你跟黎光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没有，他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不能来了。他没说原因，我也就没问。应该是有事儿吧。其实我就想要一个家。怎么不进去啊？锁坏了，等师傅呢。来，起来。对不起。没关系。能不这样吗？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我妈妈兴高采烈的去买衣服、订饭店、打扫卫生，天天问我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家所有人都包了红包，都在等你。结果呢？对不起。没什么对不起。我女儿这几年没给我提过什么要求，这次她突然让我留下来陪她过节，我没法拒绝的。我理解，我也是别人女儿，我要是跟我爸说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拒绝我。是不能结婚了，是吗？要么呢结婚，但是呢要把他列为连带责任人。
全家走坏了，芝儿，能给加200块钱的上门费吗？依据呢？依据就是这大晚上的，我跑了这么远，你们住高档小区的，给点同情心呗。要么按下单的费用修，要么您走人。你看这么大冷的天儿，我骑着电动车，这手都麻了。 200块钱吧，行吧，行吧，加就加吧。我不加，我为什么要加呀？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过不要争，要感恩。是，你没有穷过，饿过，无家可归过，你应该感恩。我为什么呀？说好的24小时上门服务，现在来索要上门服务费了，我不给，我为什么给啊？所有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这个社会才会有序良性的运转。不好意思。 我挣钱也不容易，我挣200块也很辛苦。算了算了，我先给你修锁吧。我现在不想说话。 锁开好了。不好意思，刚才情绪有点激动。我挣200块钱还是比您容易一点。谢谢。 结婚了是吗？如如，我想买房，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事情有点不妙。嗯。我出差7天，我发现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香了。我想把你放到蜜罐里，让你每天都觉得甜蜜。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可不可以有过程？是不能结婚了，是吗？ 有事吗？有事儿，情况紧急，财务刚刚预警，集团的资金账面不足4000万，有2笔债务已经到期，已经展期了。如果这种情况下去的话，共我商挤兑，那黎明集团的信誉将面临破产。嗯，嗯，李总，现在情况紧急，如果再没有投资进入的话，我们撑不到下半个月。到时候黎明大厦即将停工，对赌协议失败的话，我们。 万劫不复，对赌协议失败的话，我退出董事会。
李总，他们搭档这么久了，我跟你没说过重话。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但黎明大厦还是以前那个黎明大厦吗？黎明集团还是以前那个黎明集团吗？他们会按照协议一点一滴的维护你积攒起来的制度吗？团队跟了你十几年了，这些兄弟姐妹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们得要养家，你是他们的主心骨。丽华，你怎么了？方哲，你说的话我听懂了，你先回去。姚家资本的姚家辉，你认识的吧？你知道欧文是姚家辉的小儿子吗？是。嗯。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资金紧张，两家若是成了，姚家也许会注资。但是我不希望你用他们俩的关系来解决你现在资金的问题。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不会这么做，当心吧。喂，莫大。是，资金的事再想办法了，再争取找到资本。我黎光不至于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钱，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可以，我接受董事会问责。长堤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回来了，聊聊好吗？就在这儿说吧。我放不下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就这么放弃。可是现在我确实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给你回应。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难过。你不怕？不就是连带责任人吗？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跟你一起。我怕。穆佳。
等等我行吗？等公司过了这个阶段。我等你多久？两年、三年，现在躲过了，那之后呢？我们就要被资本这么一直裹挟着往前走了。等到出事儿了，再像那些人一样离婚。我就是想要一个家。从头到尾，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家。我爱你，但我也爱我自己。我也有我想要保护的家人，我期待的人生。保重。我们都放手吧。城市角落的灯影，闪烁的树林，远处徘徊的人群，影子好像你。假装平静的自己，以为不会在意，裂缝生在心底，痛楚无法平息。而你我之间的距离，一千次一万次，也许从来没靠近。当只剩下沉默以后，我也该舍得放手。而你我之间的默契，你不说我不提，所有记忆都抹去，不过是醒不来的梦，过期的旧梦，放掉继续向前走。您是这儿的经理是吗？我来给北方置地的赵总送文件，您能带我进去吗？你跟嘉玉关什么关系啊？到此一游。城市渐弱的灯影，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从头到尾，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家。我爱你，但我也爱我自己。我也有我想要保护的家人，我期待的人生。不曾泛起涟漪，却因为遇见你，还有痛彻忘记。而你我之间的距离，一千次一万次，也许从来没靠近。当只剩下沉默以后，我也该舍得放手。而你我之间的默契，你不说我不提，所有回忆都抹去，就当作醒不来的梦，过期的旧梦，放掉转身向前走。渐弱的灯影和黎明交替，身边徘徊的人群各自向前去。李总，这是一位叫陈青的女士让我转交给你。不曾泛起涟漪，却因为遇见你，还有痛彻忘记。项链，大游艇，这就是你送的糖衣炮弹。我想把你放到蜜罐里，让你每天都吃点甜蜜。而你我之间的默契，你不说我不提，所有回忆都抹去，就当作醒不来的梦。林木家，我李光向你求婚。放掉转身向前走，我愿意。而你我之间的距离，一千次一万次。
去从来没靠近，当只剩下沉默以后，我也该舍得放手。而你我之间的默契，你不说我不听，所有回忆都抹去，就当作醒不来的梦。对不起，过期的旧梦，风飘转身向前走。李律师，看样子黎明资金短缺啊。李总，股东们都在质疑，因为您的决策失误导致亨达铝业的前期投资打了水漂，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没什么想说的，因为这件事儿解释过很多次了。李总，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黎明大厦到底能不能如期交付。好，都不工作了。成为最幸福的人。